画面上，这名男子在跃上一面墙后，迅速转身飞跃至对面墙壁，不断重复这个动作，甚至越跳越高，直到最顶端时还能持续来回跳跃，逐渐下来。过程行云流水，相当流畅，仿佛蜘蛛人上身。之后，男子二度跳跃，直到向下移动时，似乎没了力气，才直接跳下来。但他似乎也被自己能够如此顺利在墙壁间跳跃感到相当惊喜。这名外国男子成功对抗地心引力，利用手掌与鞋子前端与光滑墙面形成了摩擦力，流畅的在两座墙壁之间跳跃，就像是特技表演般。虽然影片只有短短十多秒，却引起国际各大网友注意，在多个社群平台流传，引发热议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